超高人气的男星王嘉尔日前飞往泰国参加活动，热情的粉丝挤爆现场，尖叫声响彻云霄。王嘉尔经常找粉丝上台互动，这天找了个粉丝上台就直接下跪。面对粉丝突如其来的举动，王嘉尔的反应也相当机智，不过面对私生饭突然窜出嘎嘎的表情可就不一样了。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，王嘉尔直接被拽下车。他回神后又继续跟粉丝挥手致意才上车，事后大批粉丝谴责这样的行为，表示若是狂粉持武器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保镖反应慢半拍也挨轰，王嘉尔发了自拍影片向粉丝报平安，结束这场虚惊。